念射程的时候来点特别的，就是背手打开了带大射程，就是要做你要带啊，好好的，我们请嘎嘎来帮，请你出来吧。大家把右手举起来，不要不举啊、哦，尤其是男生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左手用拉弓的一个动作来呈现它。Super Hero， 我找了一个 Super Hero 出来。哦，跟我们一起看。这个是主办单位赵委员的小孩。好，我来访问他一下好了。你好，贵姓大名？姓赵。姓赵，不然呢？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赵天意。